家好，我是乐清，我现在来到了汤圆棒球场。今天是一年一度辣酷甜趴，也就是我们的女孩日。现在的时间呢是彩排时间，所以我先去带女孩彩排喽。学姐今天是带来什么？你知道吗？女孩趴最棒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女孩的浑身解数，拿出各种才艺，不管你要吞火还是吞剑，对，像现在就是拿出她的麦克风要准备吞，哈哈哈！期待她赛后的表演啊！新单曲给你宣传一下，快点的。这新单曲值不值得？然后因为我长大了，我想要唱一些就是情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支持，大家支持起来，唱作。这么多女孩彩排，接下来要换我彩排。今天呢，也有我跟小班的中场表演，总监、副总监要下场，才是在中场，非常难得。因为你要看到总监跟副总监的表演，真的是女孩趴的时候才会看得到我们。想那么多，换我们彩排了。我们刚跳完。妈呀，这个风很恐怖，然后现在又有点飘雨。我就跟你说，我们这个表演，我们排一个小时练。对，我们讲的是没有，我们是很认真在准备啦，帮别人准备别人的表演。对对，给你们看一个很厉害的，为了赛后表演，大家真的非常用心在准备，钢管都出来了。有没有看过棒球场上出现美式钢管？待会厉害的来了。有一个发音练习，有听到吗？有听到吗？大家？有救护车？哎，为什么会这样发音？因为国中是抛物线的，对，就是新丹田，要新接近丹田，然后唱出来，所以要这样子滑。啊，那是音阶式，就是好，这种是音阶式。小时候怎么会有救护车的声音？也可以有那种啊，一般那种嘴唇的那种啊，对对对，弹唇。这次带来泰鼓的表演，对不对？没错，结合泰鼓很恐怖哎，大家就是一年比一年还要都还要强的感觉。有，对，我们一年比一年以为在惩罚，对，我觉得很像在惩罚。看一下，泰鼓都出现了，很惊人，超期待各位赛后表演，不能错过。哎，俊文，迟到两分钟。我从那下车都是30分，我跑过来两分钟，已经30了。啊，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绑头发了。现在是 Dora 在帮我绑头发。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对，女孩非常多活动，尤其是赛前，对，才讲说，尤其是赛前活动密密麻麻。你们看一下，整个 round 上都是。希望这个发型可以让我甩出去的时候没事。我会在旁边剪。等一下4点的时候，肠胃活动正在进行。等一下4点的时候，我要先去练习主审，主审的动作，去练习一下拉弓。对，待会来练一下 out 有需要练吗？就拉哦，每个人不一样哦。可以自己演，对，是这样。你可以研发一个 wiggy out，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out， 很忙，很忙。out， 好，待会来发明一个，还是我跟兰兰之后我们再一起去，你当打者，我当投球。哪一个场合可以这样？你说我们俩吗？对啊。还是我们去大鲁阁？好
然后自己在那边对在那边拉弓，会不会以为我们神经病啊？就是它不是玻璃吗？然后站在那个玻璃门后面这样一直凹凹，因为他们一直挥空一直打不到，但凹凹一个一个球到一个球到凹一个的凹。毕佳怡，嗨，你看你拍他，来来来，剪完刘海超可爱的。哇，丽萱改名叫贝佳怡，仙气满满，我都有镜头、欸，很漂亮。我就是改名字又剪刘海，好，那要叫贝佳怡还是佳怡？贝怡，贝怡，贝怡。大家留言喜欢她刘海还是没刘海？光头。为什么会有这个礼物？很可爱，为什么？为什么梦梦公主就有？我养的。你养的？她叫什么名字？小梦。小梦。好棒哦、啊！小晴也想要。对啊，小晴也喜欢这种东西。送她安娜贝尔。哎、欸欸，你好过分哦！她娜贝尔，很公平吧 ？OK， 我终于整理好了。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辣酷甜趴。今天呢，辣酷甜趴的开场是我们的单曲。今年比较特别，今年分了两组。分了两组发单曲，然后一组是 I'm the One， 然后一组是 Big Dream， 刚好红队跟白队，那今天就是白队的 I'm the One 组别就要首发在球场了。来访问一下我们学妹好了，第一次参与单曲，然后又要在这边首发了的感觉。I'm the One， 我们今天都是 I'm the One， 对，三个女孩都是 I'm the One 组别，来讲一下，哎，这个风很大哎。第一次要首发在球场了，觉得小晴变舞实在太赞了，哇、哦，真的很会讲话，太赞了。对，这一次的安德万刚好编舞是我，嗯，谢谢大家，耶、yeah ，继续加油，蛮兴奋的，因为第一次发单曲吗？对，第一次有一个团体的单曲，然后又有一种发表的感觉，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要呈现给大家。今年是第二年，但是因为今年的曲风跟以往都不太一样，没错，就今年比较酷，就是。符合今年就是那辣酷甜趴的主题，真的，你知道吗？我们以往的那个辣酷甜趴的音乐啊，女孩的单曲通常都比较青春活力、甜美动感。嗯、这一次的 I'm the One 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走比较美式跟韩式的那种比较酷帅风，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尤其是单曲 MV 一出现的时候，各位马上刷起来，马上搜寻，真的，刷起来，马上刷起来，刷一百次、一千次，一个人这样。那我们今天待会开场呢 ，I'm the One 组别就也要准备单曲首发了。嗯，我们待会就好好加油，流量刷起来！小子，今天的赛后表演是不是表演自己的单曲？对，我个人单曲，虽然之前在外面有表演过一次，但是其实还没有正式发行。然后今天带来的是比较欢乐的歌曲《粉红色慢跑鞋》带给大家。我很期待耶，我今天彩排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是四位舞者跟小子在搭配，然后也非常的青春活力，大家真的可以期待赛后。可以在哪里听到你的歌？目前还没上架，上架的时候马上告诉大家。好，对对对，更完整的呈现给大家。了解，等于说今天的赛后表演大家是抢先看，对，抢先听，抢先看，很棒，所以大家也是要赶快趁着现在今天这一次的赛后表演给它记录起来。那之后呢，上架到音乐平台的时候，小子再好好的宣传一下，一定会马上告诉大家。没错，菲菲今天的装扮非常漂亮，是我们 I'm the One 的造型。是。就是有别于以往女孩的形象，因为我们以前都太可爱甜美了，然后其实这次大家还蛮喜欢我们造型，因为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更个性，然后有一些 rap 其实是比较酷啦，就比较特别，但是不知道大家的接受度高不高。确实也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挑战，我们第一次挑战，没错，我自己也是有点紧张，但是也很兴奋，因为还蛮喜欢这首歌，然后以及大家的白队的女孩们其实表现都很棒，真的，对，我自己是很期待大家赶快看到首跳，对，希望大家会喜欢，而且舞是小晴编的，超好看的，谢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菲菲也出单曲了，对，介绍一下。在那之前你可以拍一下我的姿势，你知道跟小晴每次跟她我刚从头到尾都长这样，我快掉，哎，好的，没关系啦，他可以站起来，哎，歪去了。其实我就是有两首单曲，一首是唱跳，然后一首是可爱甜美的歌。菲菲在彩排的时候，哇，压力山大，你不知道压力山大，因为第一次要唱跳，因为其实唱跳真的不是大家想象这么容易，没错，因为你在跳的时候，然后还在喘，然后你又要再唱，就是要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没错，他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真的。那我刚刚在前面听的感觉是，
很帅又很好听耶，就是真的很好听，真的有突破的感觉吗？这一首是不是子萱做的？哦，对，是子萱做的。就是子萱就说：“哎，你为什么都没有出单曲啊？”我说：“因为我不想要出巴拉歌啊。”是哦，那我帮你做啊。我说：“真的假的？”然后结果他下个礼拜就做出来了。好厉害，太快了吧！所以作词作曲也是子萱。对，其实我们做完这歌已经做了一年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展现它。那各位大家支持了菲菲的拥护者们，我们必须好好的支持一下菲菲的单曲，不管是她个人单曲 ，Kicking， 或者是另外一首很心动，对，很心动，两首都支持下。之后应该各大平台都会有，然后也有拍 MV， 所以在十月多的时候可以看到。MV 出来，太棒了！在菲菲的 YouTube 可以看到最新的 MV 单曲，大家一起刷起来，支持起来。没错，10月23号，10月23号就会在音乐平台上上架，很期待菲菲。我真的很期待，就是女孩们单曲的发表，因为这首 I'm the One。我们也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那编舞的话，我也自己也参考了很多韩国女团的 MV， 然后也有借由像是 aespa 的那种风格来去编创这支新的单曲，所以我自己是很期待，也希望赶快带给大家就是这次女孩全新风格的单曲舞蹈，希望大家会喜欢。哇，嘿嘿嘿，拉！再过一次，我在拉弓，嘿嘿嘿。加油加油 ，I'm the one， 加油加油 ，Go Go Go， 单曲首发，不紧张哦，不紧张不紧张，耶！首发首发首发，球赛开始，一整个看台都是满满的女孩。女孩趴最香的一个画面就是全员到齐，30位通通给你。好壮观，好壮观！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女孩特别不一样呢？在女孩趴这个特别的主题日呢，女孩们都会有特别的打扮送给球迷粉丝，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主题日，平常看不到的球场女孩。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自己女孩呢是有规定说，我们的法式都有统一，那为了整体大家会有固定的法式去交换轮流使用，但是在女孩趴的这两天呢，大家是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法式，可以让大家更看到不一样的你，就是送给大家啦，最漂亮的女孩送给你们。乐天女神们，人家是女孩，我们是女神，可以吧？可以讲自己，这样有点过分了，好像有点过分了，那对不起啦，我们先道个歉。因为我们已经称不上女孩了，给自己加个女神，好不好？对啊，对啊，今天是特别的主题日，尤其是属于我们女孩趴，其实在场边都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今天的商品，光是我们赛前的签名会啊，就会有抽大抱枕，有签名的哦。还有什么应援机？非常多，甚至是滑鼠垫。哇，做效果，做效果。而且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小立牌，还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礼盒，我觉得超可爱的哎。我们看今年也有什么女孩卡，对不对？对，今年有女孩卡，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等着大家来收集。真的，对对对，女孩卡可能会挖到我们四个女神的。哇！隐藏版的，我们是隐藏版，隐藏版，隐藏版，大家来收集啊！有 AB 的唇印，有 AB 的唇印哦。女孩趴不止，很多女孩都发单曲，我们团长 MC 们也发单曲了，快点来介绍一下。瑞娜前男友 Way to Go， 我就唱他的。Be Alright， 耶！已经正式上线在9月23号，然后9月24号 MV 也上线了 ，MV 很好看哦，赶快去看。重点
来是我们邀就是重金礼聘到一位已经不神秘的特别嘉宾来帮我演出的男主角。没错 ，MV 真的非常对我很喜欢哎、欸，哇塞，怎么这么花很多钱的感觉？来，在哪里可以看到这 MV？ 在我的梦想募集中的频道上面，其实你只要搜寻慕言 BO Run 应该就可以就会找到了。然后接下来。在10月12号会在自弹自唱上面有驻唱的表演，所以那天也可以听得到。然后在11月10号在板桥肌肉车联盟也会有表演哦。然后在11月16号在台南也会有表演，可以在哪里的音乐频道听到？现在的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了，太棒了！大家听起来，然后到我的 YT 频道收看 MV， 刷起来！耶，没错，刷起来哦！我们的最美团长，我的首张个人专辑在12月20号要发布，然后同时那天也是我的专辑发表会，哇，希望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哟。唱就要表演了，加油！啊，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帮帮我们应援，耶！先唱吧。爆汗，但是就是跳完一个字爽，真的是爽。很久没有就是跳中场。对，今天就是非常特别，只有女孩趴才看得到总监、副总监的舞蹈。嗯，也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想要看我们完整舞蹈影片，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看哦。好的，七下应援继续加油，现在的比数依旧是0-0，希望能够突破。他的球衣是大家买不到的。Bye.
机。边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裂掉。Oh my god！ 现在中信兄弟领先一分，然后外啊天空又刚好下起雨来了，有越来越大的趋势。My god！ 拜托拜托，不要再下了，因为赛后女孩要表演了。My god！ 赶快停吧。哎呀，就在结束，而且还是在雨中结束。太可惜了，但是待会赛后表演要开始了。虽然下雨，但是雨也停了。赛后女孩趴的表演照常举行，女孩趴的赛后表演要开始了。这造型很猛哎，这是雨汉哇！啊，很有心，有，大家期待她的表演。这什么造型？这是谁？这是2.5次元里面的角色。叫什么名字？最新的动漫角色美丽艾拉。美丽艾拉，没错。相信有在追二次元了解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好的，女孩趴终于结束了，也顺利结束了，真的是好险的，没有因为下雨然后就取消女孩的表演，真的是老天爷眷顾大家，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每个女孩的表演都非常非常精彩，真的都是使出浑身解数啊。其实女孩趴对大家来讲，不只是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其实也是在展现自己不同的才艺。你可能平常看不到的女孩，她都会在女孩趴表演，不管是唱歌、跳舞，甚至是今年很多女孩都出了单曲，还有太鼓表演，哇，第一次在球场看太鼓表演呢。还有熊尼的钢管，美式钢管非常非常精彩。明天还有一天，继续加油！影片最后呢，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哟。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